哟，准备干活了。今天干什么？做一张床。啊？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做一张床。做床？这两个是拖板吧？对啊。把拖板做床啊？这不都一样吗？哦，得有脏哎，有虫。麻烦的，磨一遍就好。哦，这做个床给谁睡啊？给女儿睡啊。小公主睡这个床合适吗？小朋友睡木板床不是最好。买一个呗。现成的材料直接做一个。那这么大的缝怎么办呢？有缝，你看。缝完木板一填就行。啊。看看今天能不能完工？你这弄这个是干嘛呢？这个加固啊。哦。期待期待你做的床啊，做到哪一步啦？床板儿固定的。哦，重新用了两根长一点的、结实一点的板儿，把这两块托板给连接在一起了，这样。哇哦！今天风好大，啊、哦，两块拖板就连在起来了，就是通过这两根，这根，对啊，哦，还有下面一根，哦，而且这个厚度可以，挺结实的，可以可以，好，两块拖板成功拼接，接下来下一步。看今天能不能完工，还要打磨呢。我玩撞腿。啊、哦！哇，天气要下雨了，不，今天有一场大雨。做好了，挺牢固的，马上就是打磨。打磨，看看到底怎么样这张床，期待成品。腿也撞上了。